哎，这么些气人呐，想死你们了！你问我怎么了？我碰上马路杀手了，您可得给我做主。我祝您猴年吉利，工作捷达，生活阳光，事业大发，全是国产名车。老人们全都富康长安，女生们个个标致佳美，小朋友人人都是贝贝，先生们全是中华子弹头。装空调的干嘛呢？谁装空调啊？不装空调，你背个电工包干嘛？你什么眼神？这电工包吗？这叫安全带，扎上它，警察叔叔不罚款。你个大傻帽！少废话！我上驾校那年，你爸爸还没入少先队呢。那您现在还没毕业呢？得蹲多少回班呢？典型的学习型人才。瞧你长那模样啊，怎么看怎么像冯巩。没您长得好，怎么看怎么像马桶。呀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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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哎呀，这谁家宠物跑出来了？是你们俩跑出来了。让开！12点我要和卫生谈判，你若让开还则罢了，你若不让，怎么着？我就再等一会儿。喂，不得了了，路上两个螃蟹堵掉了。你说什么？坏了，这哥们儿疯了。其实我比他还急呢，啊，我赔您这数还不行吗？20,000。呸，这么好一面奔。你20块钱你拿我当要饭，少25不干。谁急谁知道。喂哎哎，我就是一会儿要跟您见面那个。哟，你好啊。我呀啊，把一细脖子车给剐了。真的，我那车也让一肉墩子给撞了。肉墩子把你车撞了，你人没事吗？没事，就车剐个大口子。哎，你把细脖子车剐了，扔20块钱赶紧跑。不行啊，那小子说了少25不干。那也太孙子。咱俩属于误伤。没事，走吧。干什么？我们给你挪车去。不用了，你们俩可以继续战斗。记住，狭路相逢勇者胜。不是，怎么还劝我们打架呢？我们打个鼻青脸肿的，谁负责？我负责。嗯，我有个很好的哥们，他是著名兽医。我们俩不想麻烦你们家的私人医生。哎，诸位，哎呦，这都是怎么了？这是，哎，诸位，哎呦，这都怎么了？这是，哎，帮帮忙行吗？今儿啊，我结婚，能不能让我那洗车先过去啊？你不认识我？我著名节目主持人呢？我不看电视。你不看电视，你叨什么呀？这个他好像在找同类。你们这到底是为什么呀？事情的经过我是说不清楚的。那你说事情的经过是这个样子的，这个胖子是开小卧车的，我是开小破车的，这个胖子的小卧车碰了我的小破车，于是我让开小卧车的胖子赔我的小破车，但是开小卧车的胖子他不赔我的小破车，所以我一定要这个胖子赔我的小破车。你们跑什么呀？不是，您是干什么的？我是卖喷壶的。嘿，几位，今儿可是我大喜的日子，您是我老公的什么人呢？大家说，我该抽他。好，那我就抽他个金光灿烂。过来。不是，这
这么半天，你磨磨蹭蹭，肉了吧唧，你肉夹馍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姥姥可说了，12点之前必须举行婚礼，过了12点再接不吉利。那都是旧风俗。我姥姥都80多了，她信得了吗？再说了，孝顺孝顺就是以顺为先。不是，那是你嫁人还是你姥姥嫁人呢？瞎说，她姥姥要不嫁人，轮得上她嫁人吗？你说这话，我们娘家人就不爱听。哎，我怎么变娘家人了？娘家人，娘家人就是真来了，我也不在乎。那我在乎谁呀？我就不信你抽不死我。哎，哎，哥们儿，别动！满世界都是金子。这巴掌应该是我的，只要他痛快，抽谁不是抽啊？这婚啊，我不结了。站住！我告诉你，野蛮女友，结婚不是打的，想上哪辆上哪辆。哎，为什么呀？人家一生的幸福快车就毁在你们俩手里。你怎么倒打一耙？你要不吵架，这车能堵吗？你要不劝架，能吵到现在吗？你要不把他车关大口子，他不早走了？瞎说！那大口子是他刮的吧？买的时候就那样。兄弟，今儿主要赖我，我要早点认错，不就没这事儿了吗？还是赖我呀！我要不跟他瞎起哄，这个路早就通了。别说了，全是我一个人造成的，我谁都对不起啊！您就别难过了，能不难过吗？光顾跟你们吵架了，我那车座子不是让哪个收废品的给搬走了？一会儿啊，我还得蹲着把车开回去。要紧的是。人家的婚礼怎么办？事到如今啊，也只有在马路上结婚了。马路结婚啊，好主意！你去让所有的汽车为他们鸣笛致意。对，你让所有的行人为他们鼓掌祝福。好，婚礼主持我来承担。尊敬的各位领导、各位朋友，行了，没带那么些雨伞。婚礼主持非常重要，怎么可以人工降雨？对，只要不是这喷壶，咱们找谁都行。找谁都行，人结婚都是专业的，凭什么我们业余的呀？我告诉你啊，今儿啊，我什么都能凑合，就这婚礼主持绝不凑合。不都这会儿了，我上哪儿找专业的去呀？我不管。他不管，我也不管。哎，你不就是专业主持吗？说了半天，我们骑着驴找驴。我主持，谁当新郎啊？新郎有的是，主持就一个。再做这么些帅哥的，谁不能替你结回婚呢？我不同意。我同意。反正也是临时代替，只要在12点之前能结婚，让我姥姥一高兴。旁边站着谁呀、啊？我还真不在乎。哎呦，姑奶奶呀、啊，关键是谁能替我当新郎啊？就那喷壶就行。我坚决不干。你得回来。哎呦，我错了还不行吗？哥哥，我求求您了，您就跟我媳妇儿结回婚吧。兄弟，我也求求你了，这事让我媳妇知道了，非把我煮了不行啊！您要不同意，我给您跪下。别介，几位，你说这种事我能干吗？那就看在各位的面上，今天我也只能吃回哑巴亏了。可仪式一完，咱各回各家。古董房的事儿，打死我都不去。你放心，你要真去了，我也得把你打死。哎呀，别啰嗦了，这都12点了。仪式开始了吧？对对，各就各位，尊敬的各位来宾，亲爱的朋友们，我宣布。等会儿，把那花给我呀。
时11:58，我宣布我媳妇儿和这位先生的婚礼。我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请新郎新娘一拜苍天，祝我们的神州风调雨顺。二拜大地，祝我们的家园五谷丰登。三拜父老，祝我们的亲人幸福安康。最后，别拜了，再拜就该集体婚礼了。你快过来吧，最后是夫妻对拜，我们祝愿这对新人幸福百年。啊，我尊敬的领导，亲爱的朋友们，在这激动人心的时刻，我真想发自内心的说一句，只要你我让一让，生活真美好。蹦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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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蹦